谢谢你。应该是没看过我们戴这个口罩，不习惯。第一次坐飞机就坐豪华经济舱耶？没有，他上一次坐商务舱。哦，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。哎呦，开心吗？嗯。有种奇怪的。一直好奇。各位旅客先生您好，晚安，这里是机长广播，代表所有组员欢迎您搭乘桃航空第1号班次由洛杉矶前往台北。